一好，欢迎各位来，掌声鼓励。那时候我说你妈妈给你奶奶，我跟你说一点点大了解，你我爱。我们学校会比较常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老师的流动率比较高，所以我目前我们台东中心的责任之一，就是我们希望未来成为所有实验学校的师培的一个单位，也就是说在每年的八月，当有换新学老师进来的时候，这批老师能够来到协作中心接受我们的多元文化的课程，让他们能够快速的理解当地文化的特色跟当地学生学习的特质，这样老师就可以无缝的接轨下去。